岛屿。迪丽热巴为成名前吻戏曝光，动作表情太入戏，网友说好的清纯呢。迪丽热巴为成名前床戏曝光，动作表情太入戏，网友说好的清纯呢。迪丽热巴也是出道很长的时间了，与杨幂签约之后，迪丽热巴才火起来的。那时候的迪丽热巴还是没有什么知名度的小演员，不过因为跟着杨幂还是走红了。还记得当初还是因为《古剑奇谭》中的芙蕖才知道的热巴，那时候也没有觉得多惊艳，大概就是因为高文有了知名度了。之后的凤九也是让迪丽热巴走上了巅峰。迪丽热巴自从知名度上来之后，还有了吃货人设，并且总是一副非常的清纯的样子，所以就认为迪丽热巴原本就该是清纯的样子。迪丽热巴接的戏大多都是一些吻戏之类的，很少会看见一些比较亲密过度的镜头。但是最近还是被爆出了迪丽热巴在未成名之前的床戏，看上去真的是太亲密了，并且也是演得很逼真的，以至于有点让人觉得现在的清纯有点像试装的。迪丽热巴当初的床戏曝光，动作神态都是非常的入戏的，表情还有手上的动作真的是难以想象，这是一个平常清纯的女星能够演得出来的。对此很多网友都说回应说好的清纯了。不过现在的迪丽热巴已经是变得非常的清纯，估计是下一个唐嫣了，因为现在基本上就已经是煞白甜专业户了。